之前我们已经商量了这么久，请你已经做了这么大的一个任务，现在才是怎么样？刚才你已经朝你心脏了吗？你给我咬紧啊！啊！我要见你！杜阳，杜阳，你要干什么？你给我护住！我说，是啊，你保护我，是我谁啊？尊敬我一个人。你现在是谁？今天怎么办？不找你也没有用，我现在就是谁？我不管。